这屋也太多了，这怎么找啊？吕岩，我看着你了啊，吕岩，别藏了啊，快出来吧，跟我一起吧，不好吗？天硕哥，你看着他们往哪？你看着建华了吗？没有，你肯定没有。我你最善良。我真没看见。但你可以到底下那个那点找找，那是我们创牌室。不是，他在你们创牌室，感觉有点。在我们创牌室。应该不会那么练练，就是。有人藏在这儿吗？又来就帮我们想梗，帮我们加点，就在这儿。我们把你不是你要找的所有人都藏在我们本子里了。不是，你说出20个梗，这个人就出来。你稍等，不是，你先说一个，两个人负责。我在吕岩，你们在找吕岩，吕岩，王建华，王建华是15个梗就会出来。王建华吗？吕岩是2个梗就会。他在这里面有没有吧？你告诉我。这里面是完全一个没有的一个状态，他没有来这边藏匿是吧？来，等一会儿过来想啊，我先找找他们。不是，我这边有任务。吕岩，不是，我有任务，我现在有任务，美吉。来，我看看啊。是不是搁外呢？吕岩、佩伦、建华，进屋吧。不是，这一个也找不着啊，这太大了，这公司。小小米味。不是，我去马老师办公室看看吧，他是不是搁办公室呢？对，然后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这就这么走了。马老师。别藏了，马老师，这马老师办公室，我也第一次进来，以后早晚会是我的办公室。办肯定会有人在吧？这么好藏匿的一个地方。哎，没有啊。过来，我好好看看。哎呀！吕岩老师，这怎么先看见我了呢？你挺好，你藏的挺隐秘的。哎呀，真无聊。颤抖吧！来来来，快来，我们直播，来。赶紧！你们在直播。对，说两句。Hello。不是，有没有人藏在这儿？现在。谁呀、啊？哎！这咋又在这儿？我怀疑我被叛徒出卖了。没有。马老师，是这样的，是因为热搜上面呢，现在热议就是马老师在奇葩星球。我们就进来了，好吧？打扰了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又拿下一个，真无聊。佩伦，不在这里头？没有啊？你这是往哪儿飙呢？这拍哪儿呢？这是？来看一眼那个监控摄像头，咱们心里就有数了。来，摄像老师，帮我把镜头动起来。来，有能找着闫佩伦，我当场奖励100块钱红包。来，咱不标吕岩打了，来看看这镜头动起来，看看闫佩伦在哪儿，来能不能捕捉到。来，这儿应该是没有，我感觉在。没在这儿。我这白激动了，这一下子我这汗都下来了。他没藏着板子后面啊？没有，我看了。我这个后悔啊，我应该啊换一个黑 T 恤，到那个摄像老师那儿拿机器一摆。不是，
我第一个找的就是那儿，是吧？啊，第一个找的就是那儿和这儿。一结束了，老鼠获胜。老鼠获胜。佩伦在哪吗？佩伦，你就让我陪你啊，就让我帮你。看见没有？哦，真是在这儿啊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他先换了一个白 T 恤。对。不行，这不太好。他多长时间？五分钟是吗？五分钟我能换趟衣服了。来个紧急变装。我找地换裤子。哎，衣服，哎呀，衣服。别着急。OK。我感觉他们现在应该藏的差不多了吧？可以出发了是吧？好好认识大家。好，走吧，来哥来。一整季的辛苦付出，今天没有任何人要受到惩罚， yeah! 除了吕岩自愿这个，没有这个字，这么大的字写的这个不好笑惩罚是虽然以不好笑为名，但我们心里没有一位喜人是不好笑的，好煽情啊！这个夏天是你们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变得平凡。王老师，你受伤了，不能这么哭，好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要笑了。我们所有人的努力的核心就是为了，干掉以上这几个字，尤其是"不好笑"三个字，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恐惧。但是相信我们的付出也能够被观众识别到，至少我们尽力了。谢谢所有观众朋友，尤其是腾讯视频花了钱的会员们，辛苦了！谢谢。